我已经够好了，我已经脾气很好了。告诉你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每天一直喝，我看到就觉得很烦哎。跟怀疑是两个人事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怀疑晚上我也没办法跟你干嘛？没干嘛，你还不是一样？你也看 A 片啊？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怀孕你要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假借外出与朋友喝酒，测试老婆咪咪是否会翻脸。两人在大庭广众之下，真的会不顾众人眼光大吵吗？刚刚在吃饭的时候，那个 Alan 传给我，他说干嘛？等下晚上11点要去夜店喝一下。又要去？哦，今天少喝一点啊，大概2-3点就回来了。两三点就回来了。你一喝就喝开，然后喝挂。不会啊，你现在怀孕了，你每次都一直跑出去，到底要干嘛啊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什么那样那么多理由想喝就说想干嘛，还是想要去干嘛，去外面干嘛？很好啊，态度很好啊。自己在家里可以吗？我等下要出去。就是不要啊，你就跟他说改天再喝啊，已经喝那么多了，每天都喝。不是啊，你要想想看嘛，如果以后有小孩的话，我怎么出门？小孩在家里要顾小孩，每天包尿布，就趁现在没有小孩，还只有你跟我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出去稍微喝一下。最近有小孩，小孩在肚子还没生出来而已，你怎么凭什么一直这样讲说你要出去喝酒啊？刚刚已经喝了，你现在等一下又要喝，你到底是要喝什么啦？哎呦，哇，你是要去洗三温暖还是怎样？就怀疑女人都那么不可理喻啊！我已经够好了，我已经脾气很好了。告诉你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每天一直喝，我看到就觉得很烦哎。我什么时候麻烦过你？我感冒，我怀孕，我感冒，我还自己去看医生，看医生还要就是还问你说你要吃什么，然后还要问你，你还跟我回随便随便，然后问你每一家你都跟我说随便，到底要我怎样啊？什么？你一点都不贴心哎，还要出去喝酒？哎，不是这样吧？跟怀孕是两个人事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怀孕晚上我也没办法跟你干嘛？没干嘛，你还不是一样？你也看 A 片啊？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怀孕你要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要出去好啊，那我也可以出去啊。我就怀孕，我就出去玩，我们看谁比较晚回家。你就不要回来，你就喝挂好了啦。拜托，你讲的不想理你了啦。哎，来。你先讲，对，来，因为常常就是录完影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已经到了结束的时间，怎么都还不回来？喜上温暖。然后，对啊，我都不，我是不会一直问，狂问他说你在干嘛，结束了没的那种，我就让他自己自动自发的回来，自省的那种。然后他就自己就给我很晚，大概晚了大概3-4个小时才回来，差不多，那已经洗脸了。回来就有一个怪怪的味道，就是你们男生常常说的肥皂味啊。风景很凉的，你在白沙湾那边顺便洗澡，洗一下，洗一下，对，有肥皂味。你老婆说你洗三温暖呐，可我觉得洗三温暖偶尔一下是正常吧？有推油吗？有推油吗？没有推油，我们只有洗三温暖，纯的，然后去油一下油，然后呢抹一下精油这样。不可能，哦，有推油。啊，问当事人心情比较好。咪咪听说他还有看 A 片的习惯。对啊，然后。像现在因为怀孕嘛，然后就最近就很常看到我，只不过进个厕所上个厕所而已，就1分钟不到。我开上完厕所开完门出来，就看到他的手机已经有一个声音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到底在干嘛？我说哎，你又看了？然后他哪有？哦，请当事人。哎，不要，白沙湾，天哪！今天风浪大吗？白沙湾，白沙湾武器啊，白沙湾，白沙湾。啊，你这个没有，老婆，你还看 A 片啊？没有，可我觉得这个 A 片这档事是男人的生理需求嘛。哦，而且毕竟我不会出去外面乱。因为他除了看 A 片以外，他连那个电动也玩那种怪怪的 A 片的游戏，不是 PS 是怎么就有那个可以偷车跟什么看 A 片？好，对啊，玩这个的，他都玩真人的，敢来敢来。
来真的，但是你们五位突然间语塞，你们都没有玩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也你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如果你的老公有跟别人乱来的话，根本不会玩那种东西，不会玩那个，有道理。玩那种东西，他玩。也只是虚拟的东西，只是一种想不出来，尤其是你不让人家只是一种聊胜于无。对啊，破你要好好珍惜人家，生气对啊，哎、欸，你看你老公，你看他跟你比什么，有没有？好假哦！我跟你讲，他就是一体两面，好不好？说一套做一套，双面对，在外面很和谐。好好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一二三。我们觉得很我们称赞人家，人家说宁夸人子勿夸人妻。嗯，我们讲人家老婆可爱是真的很真心的。很 Q 啊！我很想讲是说，如果有第六个牌子是情人或者是、女儿的话，啊，就他了，我觉得就他了。哎呦，我觉得他的位置是没有办法再往下降，这么轻微，所以我还是稳坐这个宝座吗？没有办法调动一下吗？哦，你那个有机会挑战。